升级一后，公里它里面是一嘛。次拉一组哦。堆叠升级，堆叠升级，搜寻什么？升级。不行啊，获得不到我要的东西呀，为什么？这个吗？可是用这个不是要电吗？还是他，这个？你旁边不是有水利了吗？他只是多更哦，多而已啊。对呢。啊，我的水利有没有影响到这边啊？有啦，他放，只要你附近有读取，他就会有影响到。什么叫读取？就是附近有人，嘿。哎，他就是有你那个区块地图有在跑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我放这边，我人有点远的距离，那边也有吗对啊，你只要。？WiFi，WiFi WiFi 吗？哎，差不多的概念吧。好，讲 WiFi 我就懂了。要堆叠几个啊？堆叠一个就够啦。好，我要去家了。可能是衣服要累积500，衣服。衣服要累积500，应该有箱了子吧？升级，应该有了吧？推叠，鞋子也要爆了，你是没有用到你要的哦。一直学不到我要的技能啊！修复能力到底啊？不对啊，我第一次这样消耗就已经超过500了啊！还是胸甲不能脱掉，胸甲不能这脱里掉，吗？我对怎不么？对？也不是吧？这边放好，还是说我要先付经验修补啊？这包什么是这包？是堆叠升级还是加速啊？要哪一个啊？堆叠，先堆叠升级啊，然后加速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啊。哦，我有加速啊。嗯，对，我加速放哪里呀、啊？那时候，那时候我放哪里？因为那时候我做了，有人跟我讲说你堆叠，哎，做这个也有用咯。哦，棒棒，等等。一个就够了哈。会不会限定只有被怪打？真的吗？只是那个，哦，我不会放那个，那个太恐怖了。就是说，玩家不在那个位置，又会继续运作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太恐怖了。不是，这一包那个东西很贵。哦，是贵而已超贵，哦。哦，原来只是贵而已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要限定被怪打吗？没铁路，这包你们有没有看过？你不是要用地狱定吗？等一下嘛，难得我碰到一个我觉得好，我自己可以处理的东西了，让我玩一下。又升级了，怎么升级？还是没有哎，没有我要的升是可以级。洗自己升级的东西哦，可以啊，哇哦！只是有些升级就很难洗出来。裤子快爆了，不行，这样子会爆。右边的 reload 按下去就好了，我右边没有 reload 啊。恶魔定不是地狱定啊！查看看，我繁查一星，下。哎、欸，有人问我私下是什么样的人，来，你评评理，你讲出来，诚实一点，我不会生气。你讲，繁星，私下什么样的人？就这样的人啊。我平时就是实况上的样子啊。
没有差很多。我试下大概就是台湾的吧。哇，你好准哦！哎、欸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放铁针？对。你是不是想杀我？你掉下去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哇塞！这里是哪里？我在修窗。上面就是你的传送点，太恐怖了吧！我上一次在自己家里耶，哇！你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吗？你笑得很开心哦，抱歉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总是给我放在这边啊，这边不能放。因为我在吸经验，顺便修我的装备啊。嗯，对，我的这个坏掉了。哎哎、欸欸，这爆音真的是不小心的哦，我自己差点死在自己家里，我总可以让我爆音一下了吧？差点就被害死了。这可以原谅我吧？不好意思啊。我下次就看你从这点在哪里换我棒铁针，钻石一颗，钻石一颗，钻石。妈妈在楼上，干嘛啦？人家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他也听不懂我讲话没有？小侄女在问我二姐在哪里。哦，要不要用彩虹眼睛加各种蜡笔做成空中小岛之后吧？那个不是要魔力还是什么吗？那不是消耗品吗？蜡笔，蜡笔。如果要比我刚刚看这个。修复，看一下修复能力，修复能力，修复能力，冲撞辅助步伐。哇，这样我连退局聊天室也看不到了。玩家受到500点耐久损失后获得强化，此强化能够随机修复。对啊，500点啊，我应该超过了吧？他没有说一定要怪我啊。哦，是速度，是速度加速，感谢感谢。爆音袭人事件。不小心的啦，又不是故意的。嗯，哎、欸、有啊，哎、欸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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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回来了，我的那个啦，聊天室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我回来啦。红石胡萝卜，这次能干嘛？马升级，速度提升，哇，这么棒哦！哦，给他吃红石，我天哪、啊！挖掘树，哎、欸，这有用吗？有啊，有 PVP。听可应该没有香龙这个吧？什么剑石速度、拉弓速度、挖掘速度？嗯，没有吧？钻石个，钻石。嗯。哦。我看到什么 BTTEN。这个吗？嗯，要把装备附上耐久吗？可以要哈记汉化材质包吗？你可以私讯他。嗯，对，这个不能问我们。这是他的东西，他的智慧财产权。是的。我、啊、好奇里面到底塞了多少东西。可是附上耐久，那我就要做附魔器了。附魔器玄钢，哎、欸，不难做，可以哎。嗯，好，做个附魔器吧。好，我们开心吧。我先把装备修一修。那我铁灯是不是在你那边？没有，
我好像不要喊，我刚刚好像要存你箱子，我没有拿到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车票里面吗？对。哦，去看看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有，在这。哦，好。在想那个漏斗下面箱子爆满，一时没有办法塞进去，然后就塞车。对啊，所以我这个箱子下面，所以是这个箱子下面要放那个刚刚做的东西。然后他们说那个是一次传一组一组的，一次扣500点不能修复哦，这样子的话，欸，其实这样真的很好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虚空升级是必要的，所以什么是虚空升级？这个吗？不是虚空升级，虚空升级把多个东西丢到垃圾桶吧？哦，有啊，就这个图案啊。这个就是直接丢掉，像我这个，它只要满了上限就直接丢掉，因为苹果要不用那么多。嗯，然后像这个就是尽量多，最后一个再满了再把它丢掉。有啦有啦，我有做，我有做后续处理。走，我们去做那个恶魔锭。要十九等，修太多次了，要十九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重做一只新的衣服吗？还是我就直接重做一套新的就好啦，嗯，这一套我不要了，不要重做一套，你太贵了。我去，先把你们苹果底下傍晚神奇的叶子，神奇的叶子，什么神奇的叶子？你是说刚刚的荷叶吗？就那荷叶现在还是有点贵啊。嗯，还好吧。还好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啦。可能我比较省钱吧。丢掉。丢掉。丢掉。嗯嗯嗯。小精灵，雷精灵电娃，雷精灵。我本来今天也要剪雷精灵那一段进去，可是没有画面，嗯，可能观众不知道雷精灵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对啊，不电我欸。哇，好舒服，粉末这里。嗯嗯嗯，不整理遗失的地方吗？我想先刷出我想要的东西，你之后再整理。哦，雷精碎，哇，好多雷精灵哦。这里记得是铁套装哦。我之后会换掉一把武器，我想换做砍头用的武器了。嗯，哦，没有虚空之击，有啦有啦，不用担心，感谢提醒，搞不好我真的哪天没有弄。繁星私下省钱吗？其实我很不敢花钱，因为我只要一开始花钱，我觉得钱是个小东西，然后就一直花下去，就会一直无止境的弄下去。对啊，我会把钱花在自己以外的身上啊，像可能今天兔子想买什么，就说好，帮你买啊这样子。可是用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就觉得够用就好，真的是不需要多的东西就 不用再特别买。对啊，那时候可能布布吧，就是要一些东西。嗯，然后就说结扎，光结扎这个部分。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，看你们要不要花2000块。干，团团这样子用哦，气死人！等等，他直接在我们的通道旁边挖了一个直坑，直坑往下的，对，3×3直坑。那天虽然他有警告过我们啊，可是真的看到这个画面有点恐怖啊。还是很可怕，所以我刚刚就是下来的时候先瞄一下地板。团团，你是在冲啥？一没注意就下去了，那会死欸。这玄钢可以直接用火进炉烧吧？对，碳粉加灌满叶子。在苹果下好吗？苹果下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苹果下面在放叶子吗？
没必要啊，因为我那个只会有我那个，因为我那个采集的只会在那个水平面上采啊，然后你放那个叶子的话，你又不好移动施工，那、啊、你今天想进去在里面逛街的话，你也进不去啊，对吧？掉点骷髅。特征不让我上，玄钢锭，铁。喂，刚才打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突然想到，如果不会爆，因为我刚想说，如果会爆的话，就先不要补回，现在不会爆了，就补回去吧。材料不够吗？不对啊，材料够啊，全部。他为什么不让我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烧煤粉？哇！他烧煤粉。我刚好身上有哦，我的是碳粉。哦，好。刚打到的煤粉。哦，怕怕。煤粉。所以我的交流道。煤粉。所以我是要磨煤炭吗？腿软了。我在怕什么？哦，好，还要磨煤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会怕，我这只是防火，不是耐摔。我想说，我直接跳到岩浆湖里啊！这就没有啊，丢掉。原来是煤粉。对啊，原来是煤粉，煤粉跟碳粉有差哦。啊，还有那个啦，想起来了，我还少了一个东西，传送水晶。传送水晶。对啊，就可以直接用水晶回到那个植物石身上。哦，好像蛮方便的。但是有 CD，5分钟吧。那也还好啊。书本跟钻石，书本跟钻石，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我想，我想，这个先放这里，先放这里，玻璃先放这边，书本，可种吗？说玄钢吗？可以啊，玄钢可以种啊，但是没有需要啊。拜拜，嗨。嗨，拜拜你是八八哦？拜拜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哦，不是拜拜你刚刚去哪按喇叭里？啊，拜拜，哈，刚去哪里？我刚去洗澡，哎，你然那个纸后坑也挖得太危险了吧？还好你那哪时有里？讲，哎，地狱啊！我有跟你们讲过我挖纸坑啊，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你纸坑在哪里。我刚刚就是很小心翼翼走啊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就是只是把原本的大平台给它再扩大一点而已啊。稍微扩大，哪有？你是挖一个很垂直纸坑呢？还是那是难道别不人是挖你的？吗？哪里呀、啊？我去看，你去搞。搞，来来我来去来找你，来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来你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来在来地狱来，啊？我在地来来哦，来来了，来来来，来啦！你要 TP 吗？我先进地狱门里面，然后再看你在哪里。为刚什么会差在点地狱死在自己家，你知道多危险吗？差点被我活埋，这么惨？有人在我重生地方放了铁证。哪里呀、啊，繁星？你 TP 我啊！我是顺对吗？我什么听到烧的声音？黑曜石。我对你热情如火。哇，好恐怖哦！你是说哪里的城门啊？怎样？哦，你是说地狱堡垒是不是？对啊，哦，地狱堡垒是我挖的啦，拍谁？还是就这个直坑啊，吓啊，死对谁啊，哦！我忘记提醒你们说啊，去地狱堡垒要小心哦。有你挖的坑哦。
好，是这边很多都是啊。我要回去放那个。因为我想说，你们现在都是神仙了，根本不怕。哪里神仙啊？嗯，不是吗？我不会飞啊。会飞的。你摔了会受伤吗？不会吧？会啊。哦哦，我还是摔得死的哎。哦，好。所以是隐月不会。走开啊！我也是在家才能飞啊，我东西。哎呀。是哦。现在我没带，这里没有水吗？我记得之前有放一桶水啊，在这。团团私下是什么啊？团团，嗯，有观众